南横公路，出大太阳，漂亮云海，还看看到那条路在走，半山腰那一白白的，这是一条路。这台一走旧手机，淘汰的，一走淘汰的手机。去年淘汰的，还可以拍照用。我原来用的那一台，有时候变暗，有时候变亮，不稳定，拍照不稳定。哦，这是大探花的地方，修好几年了，就是这个地方了，目前还没有完全好，暂时可以通行而已的。这部分修好了。飘了很快，看起来好像会晕呢。台二十线临时变道100公尺哦，这算临变道呢，要不完全好了呢，这叫临叫变道呢。啊，38公里处，就是从那个。呀，梅林啊，行，忘记了，口进来，好，马上起雾，哦，等一下都看不到路了。一下子都看不到，一下子就散开了。请问一下，我们停留一点久一点没关系吗？哈，车子停在前面。停前面我不确定哎、欸。不确定。不要停，有红线。没有没有，可以停车的，前面可以停车的地方。那我不确定。我是说几点会管制出去没有管吗？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出去的，我们到台东了。这边应该是没有管制，今天应该没有管制。台东出去也没有管了哈。出去好像几个路段中间有一些施工会管制。好，而已哈。好好，谢谢谢谢啊。又闪开了，哦，又闪开了，又看到谷底了，几分钟而已啦，就起雾了，它就起到上面变云的款，雾冲到天上变云了。看得到，看得到谷底了，哦，看得到路了，那条路看到了。南横公路真的，哦，开这种路真的不简单。我过来牺牲，开一条路牺牲足侪人啊！爱做迄个长青池，爱这长青池。南横这条是长青池。一走这台旧手机还可以录影，还没有坏，还没有变白。我那个已经影片摄影镜头会变白，连直播就不行了。这里是南横公路，先修理好没有多久，漂亮的山景风景，所以。吸引那么多人来，哦，大峡谷这么深，还在修理当中呢。现在
名称叫临时的，临时的道路。临海从谷底冲上来，冲得很快。38公里，绿道29公里，还有关山到关山62公里，我蛮远的。这里是海瑞乡，海瑞乡应该是台东县，台东海瑞。看风景虽然去袂煞。这有修理好了，这段这个地方修理好了，修理好了。希望老天保佑，不要再坏掉。这个还正在修理，运动还行，对。锁呀，不是竹钉，不是钉呀，是锁呀。锁锁，边啊管锁锁。包起敢若面面先来，只要要要锁住。管制，台20线管制。台端了，讲台端了，唔知了，海端了，在海端了。台20线海端，海端，不是海瑞，哎呀，我今嘛唔知这是啥，讲海端。哦，海端哦。哎，伊无伫啊，哎，我讲，哎，卖菜的有在卖吗？哎，餐厅哎，老板娘呀，喂，有在卖，哎来了，哎，我那青菜啊，因厝边我买呀，做青菜。啊，你我听你感觉叫的，我讲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，哎呀，迄个你无看到人得咧好吃咯，哎呀，迄个在一直吃，好甜诶，嗯。